停！大家好，我是格斗小南。女保镖张美丽今天挑战了一位漂亮的小姐姐。张美丽挑战女粉丝是信心满满，这次必须支棱起来。可这位小姐姐也不是吃素的，是打野架出身。那张美丽对战野架小姐姐能打赢吗？让我们拭目以待。有位女粉丝联系张美丽，表示要来挑战她，可把张美丽高兴坏了。面对女粉丝来踢馆，张美丽是信心十足，趁这个机会给自己涨涨自信心，刷刷存在感。女粉丝说来必须来，张美丽一早刚想训练呢，就赶紧跑过来向校导报告，人已经到了。约的那个他已经到了。到了吗？啊，干呀！一听到女粉丝来了，校长也非常的激动，训练都得靠后排，赶紧出门迎接，顺便问了一句所有男生都关心的问题。走走走，漂亮吗？长得？哎，颜值还高啊，是吧？好哎，你好，美女是吧？终于见着本人了。你好，美女。哎，你好，是我们摄影师。啊，你好，就是姐姐，我问你啊，你真是我粉丝吗？对。我的作品你都看过了吗？从头看到尾，都看到了。对，女粉丝是位漂亮的小姐姐，是张美丽的铁粉。张美丽上下打量了一下她，看样子也不像会打拳的样。没想到漂亮姐姐的一句话惊到了所有人。打过野架？野架？你东北人吧？东北人。哎，对了，那就不是你打野架，校长，你看这体格，就明显我在优势吧？对你比她胖。漂亮姐是东北人，打野架出身。张美丽严重怀疑她的能力，反被漂亮姐质疑。哎，你别这样聊，你体格上比她赢。你咋知道你体格有啥用啊？我看你那打的也不咋地呀、啊。完了，就是专业受到质疑了。漂亮姐就是来踢馆的，张美丽的那点功夫，她还真没放在眼里。那张美丽只有成全她了。现在讲惩罚条件。不是，那你赢了，你是想要什么吗？我赢了，啊，涨点粉呗。涨粉了，这事儿也不难，不难不难。你要赢了，把那号就给他吧。你啊，你这怂货，你连他都打不过吧？你把那号给他就行了。不要，我要拿号干啥呀？我有我自己的。那你要输，输我输了，你说的算，真的吗？你确定啊？是啊，咋的？反正姐已经刷碗的了，刷一个月的碗。姐姐，就是你要输了呢，留在我们这儿给我们刷一个月吧。刷一个月啊？行不行？吃住咋整啊？吃住包啊！我那边，咱这吃住没问题。小姐姐为了涨粉也真是豁出去了，输了刷一个月的碗都能接受。既然都商量妥了，那就进屋准备吧。看到两位美女要 PK， 垫子上训练的男生主动让地方。行，来，兄弟们让个路，让个路，让个路，来，来，都其他人都坐下，坐下。此时的张美丽是十拿九稳，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。准备好以后，分针开始。准备啊！一分钟时间啊！开！分针开始了。上！漂亮姐一出拳就看出来不会打了，不过她的左右摆拳来回的抡，勇于上步，不怕被打。左右摆拳竟打动张美丽。可以啊！我操，这俩球可以啊！好，不错啊！漂亮姐一下惊到所有人，张美丽来回的下潜，左右直拳反击，漂亮姐就大胆的打她的王八拳，左右来回的乱抡，张美丽愣是没有进了她的身。不错，小美女上，整！漂亮姐右手拳上步攻击，张美丽抓住机会，连续的左右直拳打出，扳回一分。哎，漂亮，中一拳。漂亮姐加大了王八拳的力度和摆度，朝着张美丽就砸了过来。张美丽一边躲闪一边出拳，一个右手拳打中漂亮姐，连续被打中的漂亮姐忍无可忍了，把她打野架的镜头拿了出来，左右拳就乱抡，打得张美丽只能抱头反击。校长见势不妙，赶紧喊停。停！你冷静点，拳都不会出了吗？你怎么遇到王八拳就迷糊了你？你瞅瞅那脑瓜，瞅瞅样。哎，姐姐，别急眼，行不行？才三十秒啊，还有三十秒，坚持住，好不好？没问题。来，准备，开！漂亮姐年轻时绝对是个大姐大，右手大轮摆，连续的朝张美丽砸过来。张美丽左右直拳反击，不管张美丽怎么打，漂亮姐就是用王八拳和她硬碰硬，真是抡出了王八拳的天花板。加油！我操！那俩人都打出了情绪，最后关键时刻竟硬碰硬拼起拳来。加油！最后十秒，停！不能搂抱，美女，不能搂抱，明白吗？
你是你呀、啊、你呀、啊、打野家长漂亮姐就是狠，张美丽又被打得炸了毛，校长都不知道说啥好了。最后十秒比赛继续，我做一支吧，来来往中两家，最后十秒钟啊，最后十秒钟。哎，这时刻两人二话不说硬拼拳，最后竟打红了眼。加油对对对，又一拳！停停停停！哎，两位别抱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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张美丽见到王八拳就失灵，被王八拳打后的张美丽飙着方言和校长顶起嘴来，气得校长拿拳头砸他。就这么个货色，你都 KO 不了，给你能吃吧起来，你啥意思啊？你说的轻松，天天不是王八拳你来来来来你来。那王八拳怎么了？我那王八拳你老输啊，女的对方。你来搞哈，你来来拳头来给你搞，你滚犊子！没想到漂亮姐更狠，霸气的撂下狠话，观看的男球员竟为她鼓掌助威。咱们切磋一下，你怎么还急头白脸的呢？打的也不行啊，王八拳抡的。就这个、啊？就搁十年前。咋的？打死他！有你。哎、好。服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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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以后再说，以后再说。漂亮姐此话一出，张美丽不服了，非要带上拳头再来。校长赶紧阻挡，不过校长刚宣判完结果，现场的火药味立马飙升。我跟你说啊，我是个专业的裁判，我看了刚才那拳法，你真输了。你看你专业吗？你28-29，你看你都啥样了、啊，还我输了。来来来来来，你来张美丽，滚住，你滚犊子！那两下子还在那，又急头白脸，每回都急头白脸。那这样，按照规则呢，你得给我们刷碗，刷一个月，啊，你认输不？我不认输。哎，你这人不怎么的？行刷碗行，但是不能认输。漂亮姐愣是不认输，矛头直指校长张美丽，赶紧把他拉走。你都打这样了还输？你专业吗你？我专业裁判。哪他的专业？你这样，你厨房今天晚上干点什么活啊？干完活我看表现行。对，那包去。不是，我发现一个事儿啊，美女，你这个包子那个包子还是很专业的吗？啊？看一下，打我打不过他，包包子还不行啊？你这技术也可以啊。你在他妈是馄饨吗？你包子是馄饨吗？包子。漂亮姐不愧为大姐大，打王八拳没服过谁，下厨王包包子更是强过张美丽太多。我个人认为，漂亮姐的王八拳打得这么烂。乱拳打死老师傅真是一点也没有错，要是漂亮姐经过专业的训练一段时间，张美丽还真难干得过她，以后张美丽只能去小学试一试了。各位大佬，对于张美丽和女粉丝的这次比赛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，谢谢，我们下期见。